开始吹应该比较凉快一点。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那个阳光屋顶百万座隔壁办公室的千架风机办公室。那我们两间办公室基本上都在同一个这个 building 里面。那同样的，我本身也是光华医院的同仁。好，那今天很高兴能够到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目前风力发电一个推动的一个状况。那一开始大家刚起来，所以就放一段影片给大家欣赏一下。好。
刚这个短片其实我们大概是去年的时候拍的，那那时候是为了要设立所谓的离岸风电啊，所做的一个预测系统啊。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大概要讲的这个大纲。那一开始当然从这个风怎么样在这个开始，但我看大家的这个学历都蛮高的，应该不用讲风怎么形成的吧，应该有谁不知道风怎么形成的吗？应该都知道了啊。大概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台湾现在目前风力发电的一个发展，还有如果说像藏族部落要怎么样建制一个所谓的小型风力的系统的话，它也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有问题吗？好，那第一个风的这个开端哈，那风从哪里来？事实上我们可以区分成两个大的一个系统，一个是大区域的，像什么这个东北季风或者西南季风，这是由这个自转跟辐射不均匀所造成的。那另外就是小区域，所以所谓的这个海陆风的交替这样子。那风要量测，今天我们的目标是风力发电，所以不是只要风有风在吹就好。常常很多民众打电话到办公室来求助说，我家这边风很好，那是不是可以做风力发电？那我们的直觉风很好，那不代表它风的这个风能可以去驱动一个风力发电机。所以它资金还是有一段落差。那又有人会说，像这个恒春它有落山风，它风很大，但是它是极端的，风大的时候很大，小的时候很小，就会造成这边的风发电效率就很差。那基本上我们是为了能源的取向，所以在这方面的考量，我们就要必须去兼顾到。那风的量测，第一个我们要做一个这个风能调查的时候，就会做这个风速塔。那我们常会看到，这个在海边有时候会树立是很高很高的单架式的这一个所谓的侧风塔。那这侧风塔上面都会有各个不同的高度，都有一些侧风仪。那目前在这个永安还有新屋都还有，那有些已经拆掉了。那另外一个就是离岸的，离岸的。那目前台湾现在刚好这个三个海上的那个侧风塔都已经竖立起来了，分别是福海、海洋以及台电三家公司。那其中两个侧风塔是在彰化外海，一个侧风塔是在苗栗竹南外海。那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朋友是住在竹南附近的，有没有看过那个龙凤渔港？知道龙凤渔港吗？龙凤渔港就可以看到那个海洋发电公司的这个侧风塔，它非常的近。那现在也开始在做施工的动作，预计在年底就会有两架这个海上的这个风力机组就会树立起来。好，那做了这些基本的资料的量测之后，那我们会有得到一些数据，再加上我们在室内会做一些所谓的复杂地形的这个风场的模拟，因为我们唯有模拟好了整个风场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对整个风能去做它的这个开发以及评估。那当然，整个气象资料还有这些模拟都完成之后，才能去做这些评估工作。那沪海风域这些调查，基本上工研院团队已经做了基本上的一些建制。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颜色越红的偏红的部分，就是风能越好的部分。好，那这是台东啊，那我们从这个我们的网站上就可以download下来这张图，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地方风场怎么样。那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大概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所以它的风况严格讲起来并没有非常好，风况并没有非常好。那再来就是说，最近大家新闻常看到台湾一直要推动风力发电，为什么要推动风力发电？因为在全球的风场里面，台湾排名里面，台湾海峡几乎囊括了前二十名，前面18个是台湾海
大概一半是对岸，一半是。那这时候就想请问各位，为什么台湾海峡的风比较好，反而比我们在太平洋这边的风好？为什么？为什么台湾海峡的风比较好？你想一下，思考一下，为什么？这边有高雄人，有没有高雄人？有高雄人。八五大楼那边风是不是特别大？嗯，为什么？尤其是中间那个洞，为什么特别大？那就是一个把风内陆上里面。对，那为什么台湾海峡风很好？因为两边，一边是武夷山，中国是武夷山，台湾是什么？中央山脉，所以它变成一个喇叭口，风由北往南吹的时候，它就是竖起来，越约束越小的时候，它的风能相对就集中，所以它的风能是非常好。但是功能很好，但是我们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台湾海峡风很好，可是有什么缺点？应该说两个缺点。前几天不是很严重吗？台风，还有呢？你们这里会怎样？台风还有什么？会地震，对，所以台风跟地震是风力发电比较会要注意的一点，但是它并不是不能克服。那再来我们回过头哈，再来看看古早以前风力怎么样被人类所应用，在大概2000年前就已经有所谓的垂直轴式的风车的应用。那再来就是中国的东汉，一直到50年代都还有这种所谓的水平轴式的跟这个垂直轴式的风力这个风车，然后再来荷兰最有名的，好，这些风车。那我想请问各位，荷兰的风车是来干什么用的？它这个风力发电是要做什么？磨麦子，还有呢？荷兰是什么地形？然后它常会怎样？积水，所以要抽水，所以它很多是拿来做抽水用途。好，那再来，真正把风变成电，是在1891年，多少钱？不是1891年，在丹麦第一部真正的涡轮型的风力发电机。那它长的样子非常可爱。然后这个是发明家，看起来蛮。不是太友善。那再来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的科技怎么样把风变成能量，让我们来使用。那基本上风在我们去各位应该有看过西部很多大型风力机吧？都看过吗？在那个海边很多吗？那它的那个扇叶长什么样子？它的扇叶。二扇叶基本上就跟飞机的机翼一样，它是有一个弧度，它利用这个流体力学原理去加强它，让它把这个升力跟这个空气动力学去把这个动力转变成电力。那一个风力发电机，它最高的效能是20%-40%，可以把风的能量截取下来变成这个电力。那刚太阳光电有多少？跟大家考试一下，刚刚你们听过太阳光电有多少？现在最好的是大概17%，那风力发电相对的是多很多。但是风力发电跟太阳光电比起来，它又有一个不可避免掉的缺点是什么？风力发电一定有个缺点，不能持续。不是，它是会怎么样的？它会吵，就会噪音。那它有所谓的风切声，那各位应该都在风力机底下待过，你会听到咻咻咻那种声音，那种声音叫什么？会叫风切声。那另外一种声音叫低频噪音，那低频噪音通常都是发电机本身那种像冷气机一样，有那种声音。
那这两个是主要的噪音的来源。但是以现在的科技来说，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简单的分辨一下，像有些风力机的形状像一颗蛋，就圆圆的，中间圆圆像一颗蛋，那种就是这个没有齿轮箱的，所以那种呢，基本上就听不到它里面有那个所谓的高频的噪音。那再来就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个大型风力机，它的各个结构叫什么，这样出去的时候比较专业。既然大家都是推动率的，第一个它这个这个叫叶片，这就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特别要强调。然后中间这个就是轮毂，这后面这个叫机舱。那刚跟各位介绍说，如果你看到这个是方形的，通常它都有齿轮箱在里面。如果它是圆形的，它基本上都是同轴发电，所以它就基本上比较没有声音。好，那这整个叫做这个塔架，什么叫塔架？那这边跟大家看一看大家的概念。一般我们在西部看到那些陆地上都多高，大概多高的概念应该都看过嘛，大家都看过，猜猜看大概多高？100公尺。还有没有其他答案？我们先讲啊，你这样问太高多高哦，带有标准，从这个机舱底下到机舱多高，什么概念？60，还要再高一点，再高一点，70，再高一点，80，对，这里超过80公尺。那叶片呢？大家猜看看多长？20，再长一点，再长一点，大概45到55之间。那大家看一下这一片叶片大概多重？40公尺长，叶片2吨，看看别的答案，再多一点，来几吨？10吨啊，那重了一点，那可能走不动。再轻一点，大概是6到8吨之间，一只就6到8吨。那三个风力机的三个叶片，它的误差是在公斤级，还有它的平均配重都要是一样，它才不会像血滴子一样等等等就飞出去，那是相当恐怖的。好，那这是欧洲的风力机。那刚刚提到的，它就是有齿轮箱式跟无齿轮箱式。那刚刚提到就是用外形那种蛋形的，大概就是无齿轮箱式。那这个公式我就不跟大家讨论了，因为这个公式其实我学化学都不太清楚。那再来就是说，大型风力发电机，它的电，好，我们刚刚再回到刚刚，我们刚再看到西部这种大型的风力发电机，它通常一个发电机都是2.3兆瓦的这个一支就2.3兆瓦。好，那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当它转一圈，大概3秒左右。风力机如果转太快，你就可以判断它是不是失速，就是它已经里面已经没有档速了，它就把它放空转，它才会转那么快。因为转得快表示它已经没有在发电，还有转太慢或者是停下来，那就是待修。那通常它的这个转速呢，大概1分钟就是20，所以再转一圈大概是3秒钟。那大家猜猜看，转一圈可以发几度电？以我们在西部看到那么大，2.3兆瓦，转一圈发几度电？3秒钟，概念？猜一下，可以发几度电？那一度电的意义，大家应该都清楚吧？那一度电大概要，就是转一圈有几度电？它转一圈大概有2度电。在满载的时候，那什么叫满载？一年有几个小时？我要算一下，大概8000多个小时。那通常陆地风力发电，我们知道2400个小时以上的风力发电，它就算是
回本，就是它的这个运转经过。那台湾的离岸呢？台湾的离岸可以到3800小时，也就是这一年里面风力机运转的满载时数有一半的时间，甚至更高，所以这是在全世界非常少见的。那这种风力发电机，刚刚有跟几位先去看那个风电筒的伙伴有提过，它的门槛怎么样？很高，为什么？它很贵。那这时候就回过头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跟讨论，就是大家看看一支风力发电机成本多少钱？从盖好，从无到有，包含它的铁幕啊什么这些结构，大概多少钱？再看看1亿、2亿、还有吗？4亿哦，4亿可能快快掉到海上去了。还有谁有？来，它一支的成本，我们所知道大概是1亿2千万左右。那如果说你大批的嘛，然后有融资，或许可以压低到1支8000万。那1支8000万，应该不容易你自己家里盖一支了。而且这种大型的风力发电机啊，它要盖的时候是有很多环境的要求，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对环境很 care 的人。它的第一个对人的关系，如果这个风力机的基座底下250公尺以内有人住、有落户、有户籍，那你就要进行环评。如果你这支风力机是落在保护区的海岸，就是一些海岸保护区或者是湿地，那很抱歉，你连盖都不可以盖，你也不用申请。那你那偷盖的就得拆，还要往现在的海岸管理法庭通过。那现在整个风力发电的氛围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在2-3年前吧，就是越岭那边的抗争很严重。那我不知道大家应该都有概念吧？啊，因为越岭反风车。那越岭反风车，如果我们站在这个所谓半官方的角度，其实我们自己也很辛苦，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伤害。因为业者在发展的时候，如果说跟居民没有沟通好，那这一把火就一烧，把所有的风电业者全部都烧了，那变成我们很难去沟通。好，那再来就回到刚刚提到的，我们看看台湾风力发展的现况。刚刚提到说我们的风很好，这个颜色越白的部分越好，它的风力资源非常好。那它都在哪里？都在台湾海峡。那这条浅蓝色的线是所谓的浅海区，大概5米到这个20米深的所深。台湾海峡基本上都没有很深，因为几个百万年前基本上台湾跟中国还是连在一起。那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这个好的风资源基本上都在这里，就是说这个中国跟大陆，中国跟大陆跟台湾是最窄的地方，那里的风最好，然后越往南就越来越差。所以其实我们常常会讲说，台湾北部风资源好，那台湾的南部太阳光电资源好。那因为每个地区去发展它适合的能源，这是能源局基本的态度。所以，譬如说，像我们之前去过那个，宜兰县政府，宜兰县政府就跟我们说，哎，我们这里可以盖风力发电啊。然后我们帮他评估了一下，发现它的风不是太好，所以他说盖了一个大型风力机在那边，如果它变成装置艺术就很可惜了，因为它就没发电了。那他如果装了太阳光电板，它一天到晚下雨，它也没有什么发电的效益，但是宜兰就有什么特色？地热，对，所以就是因地制宜，每个地方适合哪一种能源，会去发展哪一种能源。好，那回过头来说，那整个台湾我们有多少的这个潜力呢？我们先看这个深蓝色的框，是大概50公尺以内的，是以目前商业上离岸风电能够发展最好的一个深度。那你说更深可不可以？可以啊，就钱比较多嘛。
那比较深的是用哪一种？是用那种飘那个平台式的，就是它是飘的、浮着的。好，那浮着的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直接立基装在这个海底的，它的价格价差是很大的。那些基本上也还没有到商业运转的模式。好，那再来看到这个粉红色的外框，大家知道粉红色外框代表什么吗？我想一下，对，它是我们的领土范围。所以前阵子有很多人跟我们说，你们在帮农林局规划，或者是当政府在规划风场的时候，有一块非常棒的地方，又浅，风也不错，在这里。但是它在我们的十二海里以外。那最近那个大家吵那个临海都吵得很凶嘛，所以如果盖在这里，那就会是国际问题或者是两岸问题。好，那刚刚再回过头，我们台湾的风场比较好的风场大概是这样子。那现在今天要来昨天要出门之前啊，我们还是332架，但是今天已经增加了，现在已经666兆瓦，又多了好几次上去。好，在今天昨天的官网上公布，在能源局的官网上公布。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基本上分布都是在这一块地方，还有澎湖。那基本也有，基本看过基本那两只台电风力机的有吗？有没有？我刚看过基本那两只。它基本上它的发电效率也非常好，它好到因为它的发电效率太好，它必须把它断线，因为它会造成它电力的供应上可能会比较不稳定，因为它再生能源比它还要多。那离岸的话，就是今年年底会有两只各4兆瓦的离岸风力机立起来。好，那再来就回过头，我们再看看追历史。台湾最早做风力发电是在日治时代的时候就有研究。那它是在1942年的时候，对于这个风力发电在澎湖那边做的一些研究，这是最早的文献。再来是1976年，我们澎湖安装了。有历史可期的这个风力发电机，它只有50千瓦，那它的大小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看到海边那个2.3兆瓦的小一号，那1979年全球的这个能源危机开始以后呢，全世界都开始在追所谓的这个再生能源。那再来就是说，在同样这一年呢，丹麦的那个 Vista 开始生产，现在看到。一般的这个大型风力发电机的这种雏形就是开始出现，然后它开始非常这个商业上的一个进展。那1980年，这个台湾就开始对于这个本土的这个风力发电开始做研究，也是供应链做一些研究。那再就是从这个2000年开始，大型陆域风电在发展，那分别在这个台电在这个中屯，那我们在澎湖看到就是，一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嘛，就是去带你去看那个风力发电机。那个风力发电机是一支才0.9兆瓦，我们台湾本岛看到的大概都是2.3兆瓦，它比它还多，多2倍多。那这三个的示范开始之后，那台湾的风力发电就非常快速的发展。那这个第一座民营的风场是在2004年，在这个苗栗开始，就是这个英华威公司开始的设计。那2011年，就为了要这个达到我们所谓科学家的目的，所以也成立了这个先架海陆风力基金，要推动翻天式。啊，再来就是说，从陆域，然后慢慢要推到离岸，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这个离岸风电的这个示范奖励，示范奖励计划去让它。先提供他一些资金去做这个工厂的调查、工厂的开发、来做环评啊，这些都要相当多的资金。然后希望在2020年可以至少达到这个450架的目标，啊，陆域450架，那在这个最后可以达到1000架的这个目标。那再来我们就在 focus 在陆域风电的部分。
那这四个这三个计划我刚刚提到哈、哦，那这个中程电厂它是比较一个小的，然后那个春风电厂它这个已经是绝响，现在只剩下一只，另外一只它烧掉了。在早期因为风力机啊，设计比较没有那么的，那这边我想要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看看你们的看法。你们觉得在风力机这个高度是大概80公尺嘛，对不对？你们觉得在机舱里面要不要放所谓的自动灭火器？需要吗？因为前一阵子不是在彰化烧掉一只吗？要不要做所谓的灭火器？觉得需要的请举手。觉得不需要的请举手。那这边跟大家分享，要的一定觉得说这样子可以让我灭火嘛，那至少我的损失可以降下来。那不要的，我想知道为什么觉得不需要？为什么觉得不需要做灭火器？水淋下去也坏掉，所以不需要，对不对？那还有呢？后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后来我们问的那个西门子，就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离岸风力发电厂，问他说：“你这里面有没有自动灭火器？”他说 ：“No。”那我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很不妙，他说：“这么高的系统，如果不管是干粉，或者是气体，或者是什么东西，这一放出来，机器就坏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刚好有人在里面维修，会怎么样？吃粉，不是吃粉而已，它瞬间窒息。所以它的概念是人最重要。所以里面唯一的灭火设备就是我人要逃出来，我一路上都有灭火器，那个灭火器是要让我开出一条路可以逃出来，好，但是我们也问那工程师啊，这个如果是在离岸那么高，我跳下来应该也不见了吧？好，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跟大家分享。那基本上这种维修都是用直升机吊挂的。好，那现在的风力发电机基本上它都是有遥控系统，甚至我可以遥控让它锁定。就不要转，那不要转以后人才能够靠近我，不然如果直升机要飞过去，它又在那边飞了飞了，三秒就转一圈，直升机根本跑不掉了。那这是中程风场，几个漂亮的风场，我想应该大家都看过那个光美湿地那个漂亮的风场。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来看看目前的设置量，到2013年。后面不画的原因是因为后面这两年的设置量非常少，它都几乎贴在那个轴上，所以也不是很好看。那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它会到2013年直接就掉下来？为什么？既然它那么好，对不对？可以替代很多年，为什么要掉这么多下来？就是我刚回到了刚。提到有一个事件，那个事件就造成居民对于风力发电非常强大的排斥。那其实在当初在推动的时候，并没有预设到会有这样子的现况，所以一直到后来，陆域风电在推动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是什么？居民参与。因为我们许多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国外。目前还能够设置的陆域风电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什么？居民是在参与的。所以我们曾经看过一些报道，在访问像德国的一个农场，他自己在农场主人自己在家里面集资盖了一个风力发电机，他家就住在底下。那德国人是很龟毛的，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为什么他还能忍受风力发电机在那边转啊转啊转？为什么？什么原因会让你接受他在你家附近转？钱，对，因为他转
一直转一直转一直扫，他就知道我的户头里面钱一直增加。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偷看爱东力要看看爱东猴啊，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让在我家里面干？而且一干二十年。那通常风力发电机组它的寿命是25年以上，剩下的5年它还可以继续转。那为什么要让你转？所以公民参与一直是我们在努力的目标。那日本他们也有非常成功的案例，他们在北海道也有这样的公民电厂，他们电厂的这个风力发电机组底下都刻着每一个入股的人的名字，但这个跟个资法有点那个这个违和啦。但是他这样下去之后，变成这是我的风力机，我要去看好它，它的运转可以让我产生这个利益。所以刚刚提到说，因为这些民众权抗的问题，造成风力发电一直在往下扩展。那再来，刚刚提到人口最多的地方，也就是风最好的地方，就在台湾西部。那就算是最少人的地方，像这边有彰化的朋友吗？彰化大城，应该知道，临海边，离高铁站也很远，基本上都没什么人，只有那个。公阿嬷还有那个，我看介绍有真的是有猪，上次去有看到的，所以好的工厂都不多，然后都已经被开发的差不多了。那再来就是说，我一次要发展那么多的工厂，对于这个视觉上来说是一种冲击。那这就是很两极化的事情。我现在觉得高美湿地那一排的风力机，哇，好漂亮。那有的人一看就觉得，哇，真的很不顺眼，每天在那转转转，所以那是非常主观的，那这不能去强迫民众去接受或者是怎么样，那我们现在遇到最有趣的答案就是说，风力机的风水不好，它会弄坏我们家的风水。那时候我们就好奇问他说，他的看法是什么？他跟我回答说，因为风力机的叶片就像刀子，一直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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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这句话讲完以后，其实我们也没办法回答他，对不对？那上次在台北市长在选举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新闻，一个风水师，他的名字跟我们一样，叫什么观点？他说，柯文哲之所以可以选上，是因为他的老家、他的祖坟香山的祖坟对面就是风力发电机。然后风生水起，所以他选得上市长。一听完以后，我们就想，这个好也是你讲的，这个不好也是你讲的，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真的无所适从。那但是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吵的。那基本上风力机组的安全性都没有问题。那你另外反驳我说，没有问题，要怎么烧掉？那其实风力机烧掉，烧完它就自己就是烧一烧就。在那么高烧完，它就一坨糊糊的在那里，它就拆掉。那风力发电机基本上全部都是机械式，它没有什么叫类似像称风电的站，像风电在制造的时候，它有时候一些比较毒的一些化学药品基本上是没有。所以风力发电机坏掉以后，它就可以当做那个拍档补起来的，就没了。所以基本上它整座拆完以后就是当废品看。那再来就是离岸风电，因为陆运刚刚讲到盖得很满，你要再盖我就拿命跟你拼，对不对？我就不让你盖，那怎么办？我们还是要把量拉起来，那就是离岸风电。所以这三个示范业者基本上他们非常的，为什么要叫示范业？为什么要给他钱？那想为什么要给他钱？你要盖风力发电，然后你要赚钱，然后我还要政府要给你钱，为什么？为什么？你想为什么我还要给你钱？为什么我要鼓励你？因为一个风场要营运要开始，它非常非常的困难，它有非常多的行政程序要处理。即便是能源局非常努力的帮他，他还有其他的，他面对交通部。他面对农委会、渔业署，他面对环保署，
各个不同的机关的进额，所以要给他相当多的这个筹码，他才有这个勇气去发展离岸风电。那这部分你就跳过去。然后一个风场基本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一个测风场，那现在台湾已经有三支了，在这个彰化有两支，这个竹南有一支，然后再来会有两个示范机组，那今年年底就会有两个示范机组会一起。那他就在据说啊，据说在这个龙凤渔港吃海鲜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远远的有两个风力是在转的。然后再来就是示范风场，那每个风场大概都是100到200兆瓦的量，那就会看到我们在图片上能看到这一整排成排成片的这样。那再来就想问问大家，这个距离你要怎么去设计？你考量因素会是什么？我们刚刚有提到风是会把，这个风力机会把风的能量抓下来变电流，对不对？那风的能量会怎么样？会变小。那风的能量变小，我又把两台风连在一起，一直往后叠，那后面那个吃得到风吗？吃不到。我如果站在一个胖子后面，或者说谁站在我后面，大家都吃不到风了，因为我的体积就够大，就把风能给抓下来。所以它的排列都是经过运算的，所以它的这个前后，它会等到它的顿流结束之后，再另外去抓它的风，把它的功能完整的截取下来。好，再来海气象观测场，让大家看看这个机型。基础桩就是它最底下的那个部分，插到海里的部分。你们看一下它有多大。那这是它的转接段，底下的基础跟上面的射风塔的转接段。那同样的离岸风力机也是一样。底下的基础是长得差不多，又有两个阶段，然后风力机在插在上面。然后它的这个水平必须要在0.5度以内，要非常的平。所以当我们在海上做这个立桩的动作的时候，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底下的基桩是70米，插下去的地方大概是40到50米。那海洋是另外一种，它是四只脚，我刚看到是一只脚，现在就是四只脚，它就整个这样直接四个装好以后再把它套上去。那台湾能够施作的时间大概就是所谓的这个 window 大概就是大概在4月到
到十月之间，哦，不然在东北季风来就没办法工作。这就是单装饰的，啊，这是上面的塔的部分。啊，光电板，是你们家的。这竹篮外还看到了。那刚刚提到说还有三个示范工厂，大概是这个简单的介绍在这边。那刚刚提到说在亚洲跟在欧洲是不一样的，欧洲是信风带，它的风一年四季就差不多那么大，它差不多那个方向。但台湾它就东南西北，冬天跟夏天的风是不同向，所以它又有地震。又有台风，所以我们的风力基础的要求通常都是最高的。那也因为到了这个亚热带，我们的生物的这个多样性又比北欧那边更高，所以我们这边有白海豚，有很多候鸟，所以这些都是离岸风力方面的挑战。那还有就是基础设施要足够的港。刚大家看到那个基础桩，那才能有多少一个多重？有多少一个多重？一节大概400到500度，坐那种车子走在一般的路上，大概马路就压坏。那还有海事工程，那一艘船大概要50亿，一艘船50亿，那不是这50亿我们拿来把船盖起来就可以了呢？那谁上去坐？不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海事工程的教育是不是能够衔接得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离岸风电的市场。市值是大概7000亿，哦，7000亿。那回过头这边，候鸟的部分，我想大家对于环境都很 care。我们常看到很多文献都说，风力机把鸟打死。大家有看过吗？这部分把鸟打死了，把那个蝙蝠也打死了，对不对？有没有发生过？有，真的有。那。像这个美国，他们有很多这个生态调查学者，他们也会去对于老鹰被打死去做一些 research。那我们听到一个说法，不见得完全是对的，大家可以当做一个背景知识了解一下。为什么老鹰会被风力机打死？那我想，为什么老鹰会被风力机打死？啊，白鹭鸶好像也有被打死。我们想过为什么他会把老鹰打死？老鹰是抓什么的？老鹰吃什么？吃小东西嘛，小鸟、小老鼠、蛇。那这些在哪里？在地上。老鹰的什么最好？老鹰眼睛很好，对，很远很远可以看到一只蛇在那边爬，就俯冲下去把它抓了。所以老鹰在飞的时候都是看哪里？看地上，那它飞过去的时候，风力机的扇叶如果是往下打的，它看得到吗？看不到。所以曾经有一段那个影片，就是一只老鹰就飞，砰就打下去就变两段。因为风力机的转速其实很快哦，虽然3秒才一圈哦，但是它的角速度是很大的哦。所以基本上，老鹰确实会被打到。所以这部分就要很多配套的措施，像我们事前知道这边基本上没有什么老鹰，没有什么猛禽，或没有候鸟经过，这些都要避开。所以我们在规划所谓的离岸风电的
区域的时候，这些部分都是第一个被列为排除的，所以剩下的才是我们要去开发的部分，因为环境跟能源是要共存的。那再来就从大的我们回到小的，因为以地方来说，小空气是比较适合的系统。那这个我们就先跳过。那小风机一样，跟这个太阳光电一样，都是有独立型跟并网型。好，那它的这个原理大概除了前面把太阳光电板改成风力计以外，后面通通长一样。所以其实这部分有问题可以碰刚刚那个，一些都可以。那要混合型的，就是光电加风光，风光互补型的，不要偷看我。好，那这边有几个比较有名的 case 啦，哦，那这个澎湖县这是一个医生公馆的家里屋，那这也是一个运转蛮久的一个小风机。那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基本上可以看到两种不同形式的风力机，一个是所谓的垂直轴式的，另外一个是水平轴式的。大型风力机基本上都是水平轴式的，那这种所谓的这种光光互补的那种夜视路灯那种系统，它都是大概1kW以下，就是500瓦，那这都不算到并联的系统，通常我们会1kW以上才算到所谓的小型风力发电机才会有并网这样子的发生。那这是各种不同的小风机，那前一阵子有一个这个购物网站很有名，就是那种随身带着走登山啊什么的，然后他可能 iPhone 没电啊，他就把那个小东西就很轻，就煮一煮就放在那里，然后就充电，这种小东西的系统。那也有那种类似那种像放风筝型的，应该大家都看过那个什么天团，这个那个放放机器人。哦，大英雄那种东西，它里面就有风力发电机，它不是后来跑到风力发电机上面休息吗？那个都是还在理想阶段，都还没有商转。这都是风力发电机，各种不同的样子。然后跟建筑物结合，长得都各种各型各样都有。那这是我们公园的顶楼做的一些系统。那这在古早以前的那个。风力发电机那时候才 4kW 就已经这么大一只，那现在 4kW 是可以装箱包裹，就小小的，那发电效率就很好。那这是水平轴式的，这是垂直轴式的，这些都是小型风力发电机的系统。然后还有一些专门在做小风机的测试。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部落里面，如果这个部落要装风力发电机，可不可行？哦，我想大家应该会很关注这个部分。那我们之前有一个卡通啦，就是想象就是一个小孙子问阿妈说：“这个有没有听过小公鸡？”哦，那阿妈就回答：“什么鸡可以吃吗？对不对？”这种小公鸡有一些特色，但是它有一些缺点。它装很快，所以它可以快速安装，体积又小，但是它有缺点。它缺点是什么？小东西的缺点，因为它小，所以怎么样？发电就有限，那我们所看到目前所得知的讯息里面，小风机卖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大家可以猜猜看在哪里？它卖的最好的地方。外蒙古，还有蒙古，为什么？他们是在蒙古包有没有？那他们走到哪里，风力机立上去，小风机立上去，再电风又热。然后蒙古呢，风又好，又平的，又没什么地形起伏，也不会把它折断。那对于台湾来说，我们的台风很大，也很强。那小风机的安全上跟大风机是不能比。小风机一台大概20到40万，贵一点的进口到60万。那我刚刚提过大风机一只多少钱？一只是1亿，
所以它的价差你就可以想象它有多大。那我们常常会担心说，如果你是自己素人发明家，你自己发明，当然站在政府的 角度会既这个既开心又害怕。开心的是大家对绿能都非常的向往，害怕的是它会不会造成危险。那再来就是大家可以用手机 Google 一下千家科技办公室，我们也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专业版，你可以去看看你自己家里附近的风况好不好。当风况好的时候，你才有发展风能的潜力嘛，不然摆着我刚刚提到如果摆在那当装置艺术真的就可惜了。那这是那个台东特别抓这一块出来，大家可以那个看那个讲义里面再回去上去看一下你们家附近的风能。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它的风能是在 4.5 到5米平均风速。那通常会赚钱的，或者是说会符合你的发电效率的，是大概6米。6米是一个分界点。那有人就问我说，那这条线6米，那边5米，那我都盖在这条线上呢？很抱歉，它是一个概率性的算法，不是这条线过去风就变强，没有这种事情。那小风机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是，你盖上去之后，你还要考量你的风跟附近的建筑物的关系。我刚刚就提到地表的变化对于风能的影响是很大的。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要装小风机，我如果自己想要设小风机 ，O 不 OK？OK， 非常好。那后面会让大家吓到是。哇，我怎么要准备这么多东西呀？哦，我是写得完写不完，我怎么争取得到？怎么去申请这些核准许可？累，你只要跟小公鸡厂商说我要装小公鸡，剩下的他就会跑。那他不会跑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就打电话来骂我，那我就要帮他跑出来。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绝对不会耽误到各位想要设置的想。那回过头，为什么政府要你做这么多的行政程序？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知道的。因为小风机，如果说你是自己做的，那没有认证，没有安全。那如果说你没有本身的一些电力上或者什么样的一个control的设施，一下子风很大的时候。啪啪啪啪啪，我们好，电器就烧掉了，这是事实。所以原则上还是希望我们按照正常的流程，选择一些安全比较 OK 的风力机组再做安装。所以这些大家可以大概看一下，这么多要申请的，它每一个事实上都是攸关希望保护你的生命财产安全。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小风机在设置的时候。他非常的要求你一定要申请他的杂项执照。为什么要他的杂项执照？其实我们接受到很多业者说，我小风机那么小，为什么阳光不用就要？为什么？大家不要忘记，小风机是怎么样？是转的，是会动的。哦，那他如果风很好，那就一天24小时要配的，对对对。它是不是在震动？你家里的屋顶，你如果装在屋顶哦，屋顶长期的震动会怎么样？会怎样？会漏水，会造成你的结构上的安全。所以在站在内政部营建署的角度，他就说不行，一定要杂项执照，这是为了保障这附近的人的安全。那我们常接受很多民众说，环保妈妈说。我要盖小风机，因为我要绿能，我不要核电。那我们也很开心。好，那你住哪里？我住大安区。那我们就大安区哦。那你们家邻居要让你装啊。好，因为我刚刚想的，大风机会有人抗议，小风机会不会有？一样有人会抗议。小风机呢，一开始刚买来的时候，就好听啊，那个声音就像电扇一样，呜，好舒服。等到稍微年纪大一点，他就开始，就。开始声音越来越多，
所以基本上它还是有它的这个先天上的缺点，但是它的好处还是很多。它说独立电网很 OK， 像我们其实也很希望说，如果说一些像那个高山的山屋，现在都是太阳光电板，那是不是也可以让小风机在里面？事实上也可以，因为山上的风不见得小嘛，对不对？那如果营建署很开心，国家公园要买去盖，那当然我们是乐观其成啊。那这么多这么多，就是跟大家讲说，哦，它真的是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所以希望你逐步逐步的检视你自己的风力机是不是安全。再来就讲到比较现实的问题，小型风力机的卖电，一度电卖多少钱？大家猜看看。八块。跟谁讲？八块是电视，老师讲的。为什么它那么高？为什么小风机可以卖这么多这个钱？比较少电，效率比较差。不是，不要这样讲。因为它的成本啊，它的单位成本比较高，所以它相对的当然就是便宜。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因素嘛，事实上就是能源局希望可以 push 小风机让大家接受，所以把价格提高了。甚至从今年开始，本来是十 k 瓦是一个集聚哦，就是说我这个单一地号，因为相邻地号里面最多十 k 瓦，那很多人就说一支风力机三 k 瓦，那我三支，第四支我就不行了，就变成两块，从八块变两块，我们开玩笑那还得了？所以这个集聚从今年开始已经拉到二十 k 瓦，已经拉到二十 k 瓦，所以我们在去年陆陆续续已经接收到很多进口商希望可以进口一些大概集聚在是78 kW 一支的风力机进来，但是这边就要跟大家提醒哦，目前风力机啊从对面来的是不准的哦，是不准的，对面是凤尾。好，那你讲，我没说。哦，是不准的哦，所以基本上就是，但是台湾的本身就做得很好，台湾的小风机做得很好，台湾小风机出口非常多。OK，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到这里，那看大家对风力发电还有什么想要提出来跟大家讨论。请问一下，刚刚你说就是民众参与会影响到在地居民的接受度，是？那我想具体请问一下，就是这个参与方式有哪些？这个目前在这个行政上其实没有任何限制，那你可以用合作社的方式，可以用集资变成公司的方式都可以，你甚至说以前啊，但他现在是没有了，那个澎湖有个澎湖公司，他就是澎湖县政府做这个募资者，我就请大家一起来募，这所谓的县营的公司。那这也是我目前做到现在觉得风力工厂最有机会的，因为我觉得民众跟风力商因为之前的这一段时间的没有那么信任，所以没有信任是很难下再走下去。那如果说以地方政府当做一个居中协调的，那它会是成功几率比较大。其他老师或同学有什么要提出的问题吗？那没有，是。可以再说一下，就是第一个是这些方式当中，你们觉得哪些方式比较就是让民众参与度比较高的，然后可以让他们接受度比较高的？另外是。在推广这个小型动力机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然后放在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在对做所谓的风力工厂的时候，我刚刚就讲过了，如果地方政府做一个带头作用，因为地方政府基本上都是地方自治，所以它都有它的一定民意基础在。那地方政府在做这个统合者的时候，民众相对会比较。
信任。不管你是要用公共灶台像乡镇，或者说你用蟹当做干粮，都是 OK 的，都是 OK 的。那小公鸡有遇到哪些问题？我大概可以举三个，可以当笑话跟各位参考哦。第一个小公鸡遇到的问题，我刚到这个办公室的时候，我所面临到的第一个民众群情事件，是一个蛮有个性的阿伯，他一到我们办公室就说。一位公立的一位这个干光电，他找我们讨论，那我们就热情邀请到会议室。他劈头就问我说：“你什么学历？”问我什么学历？我们说：“小弟不才，不熟能聊天，哪里不熟？”他就说，他就问我第一句话：“那职能守恒，你信不信？”哼，听过这种故事，职能守恒，你信不信？你信不信？职能守恒，你信不信？信。说你们这种人，脑子都僵化了。是。你们完全没有开创性的思维，职能是不守恒的。然后我就惨了，这下不知道几点才能回家。职能不守恒，我就说是。那请问你的立足的点是什么？他说：“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等于两个人吗？错，你生生世世一群人。哦，那我心里的 OS 就是，这两个人哦，不吃不喝不拉不睡，然后就可以生一堆人出来。不吃不喝不拉不睡就可以生一堆人出来。那我就知道惨了，这下走不出去啊。哦，然后他就说他有发明一个东西，是呢，三瓦的电进去变成30瓦。”300瓦出来，然后他就用他的那个手机秀一段影片，他们就看到那个黑黑的，然后一个盒子，然后这边写3瓦，这边写30瓦，所以你看3瓦进去变30瓦出来，然后我心里就 OS 就是现在已经过下班时间2个小时，你怎么还不走？这是第一，所以我们常遇到这种所谓小公鸡发明家，他说他要跟我们的小公鸡系统结合，就会造福全球万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遇到的是一个很厉害的生意人，他自己做小公鸡。那我刚提到嘛，小公鸡一开始的集聚是多少？10kW。那他申请了一个，他很厉害，他知道我们的相关的规定，他把一块地切了一条一条，然后都不相连，就是 A 地号、C 地号、E 地号放，然后各插分一支。第一个他插了一支。3kW，然后他就跟台电说，那个不要避免。那台电说3kW OK 小事。他又申请了第二次，变成6kW，然后没有相邻哦，多一个地号。然后台电说，哎，你不是才申请一个3kW刚拿到，怎么现在又要第二次3kW？我说没有，我后面还有一个3kW，所以他加起来要9kW。他说。不行哦，这样的线不够哦，你要拉线哦。他说，但拉线可以啊。然后台电说，我要帮你拉也可以，我也要加强电网也可以，但是那个电线是跨过私有地的，就像那个电线啊，两个电线杆中间是跨过私有地的。那这个地主已经一直在抗议说，你给我放了一个封闭机在这边，但你给我拉一条电线在这边，我的地就被你切成2块。那台电就说，如果你要的话，我要换电脑，我换比较那个频比较大的电那个电线给你过。那如果要这样子的话，你想那个电线变粗，它会怎么样？贵是一回事，会怎么样？很重，所以它两边的电线杆撑不住，所以它会给水了，对不对？那水了会有公共安全的问题。一大串，所以它中间还要怎么样？要再吐一次上去。那地主已经看到你这支电线就很不爽了，怎么可能让你吐上去？对不对？所以他说我没办法把这边的电把它enhance变大。那再来，我们一直想说，那你至少让它装到6嘛。后来台电的我地方的台电的伙伴跟我们说，不是不给他装了，因为那个地方哦，偷电线的人很多啦。
那电线一剪掉，它的电送得过来吗？送不过来。那它的损失怎么办？它找台电赔。台电说：“哦，我不知道你发多少电，我怎么赔你？”所以这会有什么？会有争议。所以这个问题后来那个厂商他就自己就还是特别去，那是用他那个三天网，所以既有的线路。再讲到第三个，我已经你看买一送三，送你三个笑话。第三个笑话是一个民众说：“我要盖小公鸡，我充满热情，那我不并网，那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不并网可不可以？可以啊，对不对？可以自己用嘛，对不对？那不并网的时候呢？他说。”这个风力机呢，哦，它是在这个比较偏乡，然后它这个风力机很特别哦，它这个风力机是荷兰的那种造型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风车还古代的造型。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这个风力机是真要发电还是要？你是要送电给他转，还是让他转就送电出来？哦，他说。没电的时候就送电给我，还没没电的时候，没风的时候我就送电给他转，因为他是农场。那有风的时候我就让那个电送下来。那我就问他说：“啊，你这个机组你想好了没有？”说没有，我要我们推荐。那我请问你，你可以想到一个什么风力机是又可以吃电又可以送电？大的可以哦，大型风力机可以。就我所知道，小型风力机因为价格问题，这种东西是比较不可能。所以遇到的问题千奇百怪，什么特别人都有。那也有人问我们说，他要盖在那个哪里？那个要去合欢山那个叫亲近农场。那我们是说你有办法就盖呀，很开心了。那还有对小螃蟹有疑问吗？会不会？不过刚刚小朋友听到了，会不会转啊？会不会转？对啊。对。其实以我们那个录影可以切掉就干净。录影，哎，录影切掉，先录影要。小螃蟹会不会转？小螃蟹啊，录影先切掉。录影切掉可以，录影先切掉，不会录出来。哦，这那刚才听到。不能让长官听到了。